人必须对别人有用处，活着才有意义。深呼吸，你的腰会舒服一点哦。嗯。我刚才有用精油帮你按，按一按，很舒服哈、哦。像安尼情形，活着这世间无什么意义。阿伯，你搁甲别人较好一丝仔，是你搁会当家己出去，我嘛会常常来啊。我被病人需要，所以我一直很多热忱在做这个护理。